小姐，我没有来网吧。没有，你来的正好。走吧。董旭，董旭，看来他们还没有发现我们，不像是拳头。赵一曼哪儿去了呢？会不会在其他房间里啊？那个警察的帽子还在椅子上。我们先别走，再等等看。哎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哎呀，你去哪儿了？喊你半天。我去那边楼梯看了一眼。赵一曼没事吧？要死的人了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下去了，行。等会儿医生来了，我去找你们。啊，好，啊，慢点啊。你们怎么还在这儿？赵一曼不见了，不见了，那肯定是被人救走了。谁？董警官，还有小韩。先生，出诊吗？对，出诊。哟，董警官，哎，今天没值班啊？哦，今天不是我值班。哦，这么晚您到哪去啊？我来个亲戚，我去送他们一下。哦，您慢走。辛苦了，开车。
就走。哎，怎么没看见小韩呢？啊，他可能先走了吧。啊，刘志呢？你赶紧回家休息去吧，脸色不太好。有名的朱老员外，我母名叫……哎，董先轩。董建军，哎，护士，门怎么锁了？打开。董建军呢？我不知道。嗯。刘哥，你好，谢谢一年来对我的关照。你曾经是我的偶像，我的理想是一个为别人解除病痛的天使。但我觉得，在眼下这样国破家散的情况下，我还是应该先做一个战士。这是我自己慎重考虑后的选择，死而无憾。实在没有时间了。原谅我不能多写几句。我从前做的让你不高兴的事儿，说的让你不高兴的话，你都不要往心里去。原谅我孩子般的任性，这就要告别了。祝福我们吧。如果将来我还活着，咱们会见面的，小韩。有你吗？民意呢？
小心了。董宪勋呢？他失踪了。苏厅长怎么没到？苏厅长到阿城巡视去了，我们已经通知他，正在往回赶。你们都采取了什么措施？全程戒严，严查过往车辆，凡是匪首，可能窝藏的地方，我们正在全力搜查。我听说有一名警官和一名护士失踪了，是，我们正在找。马上查明情况，向我汇报。是。大开路！貴様ら全員ぶち殺そう！谁刘栋梁？我是。你处理一下。下午还有个手术，要不要交代一下？赵一曼重伤在身，应该跑不了多远吧？如果知道会惹这么大麻烦，早该把他处理掉。刘栋梁，这回你麻烦大了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我问你，昨天为什么和周云生临时换班？我家里明天来客人，我表弟要从佳木斯过来看我，我得陪他，所以我和周医生换了班。那夜里突然停电，又是怎么回事？那是电炉子突然短路了，跟我没关系。别拿我们当傻瓜。刘栋梁，我知道你很聪明，但是没有用。我们就是干这个的，每天和比你聪明的多的人打交道，所以我劝你一句，赶快坦白交代，不然我把你送到日本宪兵队，那时候你的麻烦可就真的大了。那个白俄司机提供的线索很重要，你立刻组织人马去阿城，还有通往诸河的路段要控制起来，那里前一段发了洪水，桥梁中断了，他们带着受伤的赵一曼走不了多远。是，那一带有大量的共匪在活动，他们一定是投奔那里去了。但是从哈尔滨过去，沿途有我们的哨卡，他们想通过很困难。所以重点应该是搜查去五号地区的小路。是，厅长。现在看起来，这是件蓄谋已久的脱逃事件了。那条通往松花江的下水道很可能就是作为他们的预备方案。这些人好像对势力院的情况了如指掌。你们逮捕的人里还有提供线索的吗？有个外科主任，看样子可能会掌握一些情况，我们正对他进行审问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刘栋梁。审讯的结果怎么样？没有，他现在正在接受审讯。好，我去看看。喂。喂，爸，我。娜娜，你有事吗？我这很忙。爸，刘栋梁被警察带走了。我知道，他身上可能有些让人怀疑的地方，等调查清楚了就会放他回去的。怎么，你还惦记他？不是，警察把他带走的时候可粗鲁了。
你放心吧，如果没事儿，就会放他回去的。爸，我向您打保票，我太了解他了，他肯定不是他。您就把他放了吧。娜娜，你听爸爸说，对他的调查正在进行当中。如果爸爸现在就让他走了，对下边怎么交代？你想想啊，如果把事情调查清楚了，对他不也是一件好事情吗？我知道，您就算给我个面子嘛，你把他放了吧，好吧？求求你了，爸爸。娜娜，这不是爸爸一个人说了算的事情，警察厅是有明确规定的。这个事情等调查结果出来好不好？不是，我长这么大，我求过您嘛。娜娜，这是公事，我不跟你多说了，我很忙。算了，我没说。这个刘栋梁怎么回事？他昨晚烧断了电炉子，造成电线短路，估计赵一曼就是趁这次停电跑掉的。昨晚我们查了值班记录，他本来应该今天值班，可不知为什么和周医生换了。他怎么解释的？他说他表弟要从佳木斯来。哦，这个很好确认嘛，你们派人查一下嘛。还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？正在审讯，估计一会儿能有结果。好，我去看看。你是刘栋梁，我知道你，大名鼎鼎的外科主任，年轻有为啊。谢谢您夸奖。年轻人，我想问你个问题。您说。你对赵一曼怎么看？先生，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，但是我想说，我不关心政治，我对赵一曼不感兴趣，她只不过是我的一个身份比较特殊的患者而已。你接触每个患者，总该对他有个评价吧？说实话，我觉得赵一曼是个挺好的人，我不觉得他是什么土匪。当然了，这和我没什么关系，我就是说他这个人。他这个人看上去不像坏人。土匪干坏事的时候，他们心黑手狠的时候，你是没有看到过。你看到的都是他们好的一面。老虎装在笼子里的时候，你能看出他们的凶狠吗？那个护士小韩，你熟悉吗？很熟。他在帮助赵一曼逃跑的案件当中是个很重要的角色呀。我不知道，我也没敢想，他还是个孩子。是啊，所以说你们年轻人还是涉世未深呢，好人坏人单从脸上是看不出来的。我确实没想到。爸，年轻人，我还想知道你对日本人的看法。我在日本留学了好几年，有好多日本同学、日本朋友。怎么说呢？
我更喜欢那些在日本的日本人，而不是来中国的这些日本人。你很坦率，但是满洲要独立，满洲要想真正达到繁荣昌盛，我们还是得依靠日本人。我们这些老一代人经历了太多的风霜雨雪，比你们要现实的多哟。先生，那我什么时候可以走？你现在已经自由了。我真可以走了吗？你走吧，我相信你是清白的。您是娜拉的父亲，对吗？谢谢您，改天我一定去登门拜访您。不必了，刚才娜拉给我打电话担保你，我相信我的女儿，也相信我自己的眼睛。好吧，谢谢。哎，站住！让他走吧。厅长，刘栋梁真的没事吗？这个人没问题。钟粹先生。哦，苏先生，走走。真抱歉，钟粹先生，我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件。这是个丑闻呢。在我们眼皮底下，让赵一曼逃跑了。我怎么向关东军司令部交代呀？钟粹先生，我现在说什么道歉的话，也难以表达我内心的愧疚。这怎么说呢？我愿意为赵一曼事件承担一切责任。哦，对了，我们下面的线人告诉我们，在五号地区发现了一辆可疑马车，目前所有的哨卡全都关闭，搜索队正在赶往那里。半个小时就能进山了，看见了吗？
赵玉曼抓到了，在李家屯附近落的网，赵玉曼、韩永义、董宪勋一个没跑掉。哟西，多派人去，马上把他带回来。放心吧，已经在路上了。刘主任，怎么样了？没事。哎呀，大家伙都在为你担心呢。不要紧，大家该忙什么忙什么吧，准备给201的病人做手术。小韩，止血钳。我见到你父亲了。他跟我想象的不一样，看着像个学者。谢谢。我应该谢你。谢我什么呀？要不是你救我，我说不定会有多大麻烦呢。那你不该谢我，要谢的话，去谢我爸爸吧。娜拉，你别这样，我想跟你谈谈。娜娜，还在生我的气？哎呀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你知道我最近一直都很郁闷，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，透不过气来。你为什么郁闷啊？我知道你对我好，我心里挺感激你的。你找我出来就是为了感激我呀？老爷，您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哎，娜娜下班了吗？小姐还没有回来呢。嗯，陈铁呢？刚回来。您回来了。哎，你怎么没去接娜娜？他跟刘栋梁出去了。哦。哦，对了，刘栋梁的表弟是从佳木斯过来了吗？是，我们已经核实了。嗯。娜娜回来了。让他来见我。也不知道小韩现在怎么样了。谁也没想到，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姑娘，竟干出了这么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儿。我听人家跟我说，
小韩一进医院就一直跟着你哈。嗯，一直在我们科，是个非常好的小姑娘。我就是闹不明白，你说那个赵一曼还真是有本事哈，就能让一个小姑娘不顾一切的为他去送死，还有那个董警官。按你说，那共产主义真有那么大魔力吗？也许吧，我真应该找共产党的书来看看。我可不敢看，我记得有一次我偷偷的看我爸从警察厅查收的一些传单，还有共产党宣言的一本书。你不知道我爸气得暴跳如雷，吓死我了！我从来没见我爸发那么大火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倒真想看看了。不行，我爸说了，说那个书啊，有一种特别神奇的力量，不谙世事的年轻人是不能看的，看一个中毒一个。不过40岁以后就可以了，有了免疫力的人才能看共产党的书。你说赵一曼那个女人吧，她看着挺文静、挺柔弱的，她真的就不怕死吗？她就不惦记自己的父母亲人了吗？她跟我聊过，她有丈夫，还有一个儿子，她很爱他们的。那我真是理解不了了，为了一个所谓的什么信仰，连自己的亲人都不要了。是，是不太容易理解，我也是。那我先进去了。嗯，快回去吧。小姐回来了，爸爸回来了吗？在书房等你呢。哎，好嘞。爸。嘿。哟，这怎么这么高兴啊？爸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帮我。夜冷冷敲门，心被撕开的裂痕，握紧的手，还有你的余温。你满脸泪痕，每一滴刻骨铭心，从此一别，不再重逢。